就我们之前说的情景剧，这一段我会给到玉卓，你会出来在水面上跳，还需要一位来配合你。现在部分比较少的是心仪，这个部分给到你们两位。谢谢。好，然后我会再加多两个八拍，会让你们能够表现的机会更长一点。你们结束了之后，我跟令姿会有 rap 的部分。说完我们的 rap， 就接到最后一个副歌了。最后一个副歌的队形，因为令姿现在的部分也比较少，你站在前面。那这样一来，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更多的 part。